挺像的。主编你好，你要的照片已经出来了，可以做个图片新闻，您看怎么样？哎，照的不错嘛。哎，主播和江泽民同志在一起，这个标注我觉得不太合适吧？为什么？这个照片呢，要突出重点。这个重点，它不是猪，它应该是江泽民同志。那应该怎么标注呢？嗯，我看这么改吧，应该改成江泽民同志和猪在一起。还是主编水平高。嗯，学了点吧。小王啊，这个图片新闻我看可以直接拿到总编那看一看，就可以直接发稿了。你可以回去了。好。哟，总编来了。哎，老张。哎，总编来了。怎么样？您请坐，您请坐，您请坐。这个是小王。啊，这个照片拍的是越来越好了哈。嗯。江泽民同志和猪在一起。嗯，老张啊，嗯，这个标题好像有点不太合适嘛。这原先的标题啊，小王是这么写的，嗯，他写猪和江泽民同志在一起，我觉得不合适，所以我改成了江泽民同志和猪在一起。您觉得怎么样？都不合适，弄不好要犯政治错误啊，老张。那您怎么改？酌情，第三位是江泽民同志，主编还是有水平。